听说我们公司有一个超厉害的同事贾田，我可要好好吃饭加油干，绝对不能输给他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贾田。贾田。杨志新，以后你就跟着贾田做事，多跟他学学。我会好好带他的，姜诗琪很可爱。谢谢厉总的水果。客气。这姜诗琪有什么好的？厉总竟然看上他。亲爱的。亲爱的。马上就下班了，等我回去我们一起吃车厘子。他有男朋友还吊着我们厉总。十七，商场入住的方案弄得怎么样了？已经弄好了，就差打印出来了。你看起来很累，快回去休息吧，我帮你打印。谢谢贾田姐。之前我还想跟你比较，是我小气了。哎呀，快走吧。李总，这次商场入住的方案我昨天熬夜做好了。这个不应该叫十七来做吗？哎呀，他整天迟到早退不干活，不过这也不能怪他，年轻人嘛，玩性比较大。方案不错，之后 PPT 还是交给江诗琪。凭什么？这江诗琪哪儿都不行，凭什么什么都给他做？抱歉，激动了，我也是为公司着想，害怕他做不好影响公司。这个方案一直是江诗琪跟的，就他走吧。好。亲爱的，我给你准备的纪念日礼物到喽。江诗琪，你给我等着。可是代表了公司去演讲，这服装不行啊，快回去换一身西装吧。可是会议还有半个小时就开始了。我来就是告诉你，会议改到2小时后了，你回去来得及。谢谢啊，还好你忘说了，赶紧回去。2:55，幸好赶上了。哎，这个会议没有推迟吗？没有啊，正常进行的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原来是你。我们主打的就是科学抗衰，然后哎，你们甜甜呢？接着讲。韩束主打的抗衰成分是文案不是你做的吗？不好这么回了。是写的呀，你讲的呀。还是我来给大家讲吧。我们现代女性的工作压力非常大，生活也不规律，炸鸡、奶茶、饮料这些东西充斥着她们的生活，以及危害着她们皮肤。但是我们的韩束红蛮腰刚好就针对这个痛点。它里面添加了4大抗老成分，多通路抗老，还添加了肌肽和脱羧肌肽，抗糖抗氧可以同步进行，让我们的女性从此不再为皮肤担忧。你为什么抢了我的演讲资格？我看你一直没回来，就先帮你讲。我问过同事了，会议时间根本就没有变，你一开始就是故意骗我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你太让我失望，天天在我面前演戏，不好好工作，还想着去抢同事的工作，我们公司不适合你。厉总，你以为江十七就没在演戏吗？你别被他迷惑了，他其实一直都有男朋友，同时还在吊着。你看，这就是他跟他男朋友的情侣款手链。你说的是真的？为什么你？因为他男朋友就是我。我本来想公私分明，不想公开，但没想到你主动撞向了伤口，真是多行不义必自毙。入职以来，江诗琪多次为公司化解危机，维护了品牌的良好形象。我现在正式宣布，升江诗琪为主管了。